玉里镇有三位青年是合资创业，他们开了一间复合式的洗衣店，而这间洗衣店不仅仅是洗衣店，还有网美打卡墙、免费使用 WiFi、USB 充电功能等等。让当地民众最开心的是，还有这台宠物专属的洗衣机。业者表示，因为玉里养宠物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市面上的洗衣店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，所以他们引进最新的机台，让宠物的衣物也能够来到店面洗，民众直呼是很方便。玉里镇有三位年轻人合资创业，他们开了一间复合式的洗衣店，这间不仅仅是自助的洗衣店，还有网美打卡墙、免费使用 WiFi、 USB 充电功能等等。我们就是把这些设备跟环境、跟周边的机能和元素都把它提升，做一个多元化跟复合式。让当地民众最开心的还有这台宠物专属的洗衣机。业者说，因为玉里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，但是市面上的洗衣店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，所以他们引进了最新的机台，让宠物的衣物也能够来到店面洗，民众直呼好方便。爱狗人士也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重视，所以我们设置宠物机。业者表示，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群，也在市场做了很多调查，发现来送衣服的会有妈妈带着孩子，所以室内装潢走温馨路线，提供了充电线，让等待客人不会等到手机或是笔电没有电，以及未来会开放免费的置物柜，就希望客人来到这里相当方便。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。